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。你如会当把生命奉献在利益众生，就如会当在生命中得到愈多的喜乐，以及内心的满足、平安。所以，如果有人要寻求安乐的人生，最好的方法是以爱惜其他众生的菩提心来过生活。一天24小时，所作所为都应该出自菩提心，不是为了自己做的，而是为了众生。正在顶顶所做的行为都应该出自菩提心，要尽可能让每一个行为成为爱惜自我心的对敌。有时尽管你用功修习，但心却无变化。假使开了真侪年的时间，心还阁是同款。
这不应该让你灰心或者是忧虑。修习佛法，无定有感觉十分艰涩的时阵，迄个时都爱想着自己是为了其他众生修学的。有困难的话，唔通感觉到挫折，你应该想着菩萨助愿，欢欢喜喜在做上辛苦的代志。念着菩萨这种勇敢的态度，自己唔拿无去退心，颠倒爱非常欢喜。不管偌困难，也是爱继续努力。所有众生拢甲你无分别，拢想要离苦得乐的众生，你人生真正意义在于消除众生的痛苦，并且将安乐带予因。身为佛弟子，你要明白，一个人活着的，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友情。众生拢想要离苦得乐，爱当予友情远离一切痛苦，得到一切安乐，非得成就遍地的心不可。Thank you.
因此免得自己，我要降低一切降低，要降低后果，以便利益一切友情，就这样升起菩提心。即使众生无数，痛苦无量，但由于努力的付出，也是会当影响到咱所接触的众生。咱希望会当所有的众生能脱离痛苦，得到圆满安乐。所以任务搁较大，嘛不应该会惊着咱，颠倒是激发咱更加精进。遇到任何灾难，或者是命难缘的时，要马上升起菩提心。就算你真正是因为地动、空难、等等灾难来死，也一定会当往生善处，无需要惊吓，因为菩提心是上大的保护。用菩提心的发心来过你的日常生活，无论你在做什么，把你的全部心力放在这个顶头，安尼一来，你的生命袂浪费掉，而且会变得充满喜乐，了后嘛了无遗憾。安尼，你往生的时，对到面上带着微笑，心中带着微笑。
即使你毋捌菩提道次第，嘛毋知影如何修习伊，甚至无想先用出离生死的心来实修菩提心。然呢，你日常生活上的一切，拢爱用自心来做。用菩提心过日子，用菩提心工作，用菩提心面对死亡，用菩提心修行，用菩提心来享受生命。当困难临头的时，要用菩提心去经历伊。修菩提心是正知空性的近路。如果你修闲观，了悟中观的思想，体验良寿的教法，正悟心经的基础，正觉佛法的心要，上好的方法就是修习菩提心。未了悟空性，我的实相必须具备真大的善缘，敢若是头脑好，辩经敖，迄也阁是不足。爱正知空性，必须先正知空性的因，也就是讲，必须先大量净除恶业，累积功德。目前咱的问题是，咱也未认清该破的对象。
如果可以净除障碍，累积大的功德，而且在依止上师这个法门顶头落功夫，即使无学过灵鹫、觉清所有的内容详尽的论者，只敢来看两三页有关空性的教授，或者单单囡仔顶头有一个自性存在的囡仔，这几个词拢会犹如梦醒迄一般，会当认清所破。但把那个独立存在的我认清，一切都会顺利。一旦认清了该破除的对象，不存在的迄个我，就要一心不乱地专注其上，通达伊，就是佛法内面所谓的所破。哇哦，狗狗好可爱哦，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。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，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忠心，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。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也渴望您的关怀，需要您的帮助。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护持、救护、养护流浪狗。划拨账号5001-6766，5001-6766，户名台湾救狗协会。佛教慈悲置业曼殊势力中心劝发菩提心文招生通启，此菩提心诸善中王。而苦难众生是菩提心的根本，诸佛菩萨为菩提心之花果，愿菩提心必于众生中求。如何在现行大环境中发起正确的菩提心？能发起菩提心又有哪些因缘？每日我们饮食三餐，但佛陀说的精神解脱法时，我们有按三餐思食吗？进入由净土宗第十一组醒安大师为我们悲泣指引，听闻读诵者无不落泪，修净土法门的行者更需切愿发此菩提心，让我们在五浊恶世中思想波如何不受外境干扰，转成净善的光波，与法相应，与佛同行。课程内容醒安大师劝发菩提心文，课授讲者心普法师。上课时间周六上午9:30至11:30，上课日期7月8日、7月15日、
7月22日、7月29日、8月12日、8月26日、9月2日、9月16日、9月23日、9月30日，共十堂课。地址：台北市内湖区康宁路3段99巷10弄2号1楼。报名电话：02-2631-0619，02-2631-0619。慈悲置业花莲分会陈真法会布置机动义工，值班义工、半日班、环保组义工、香灯组义工、行政人员，共同发心来培福。地点：花莲中心，花莲市建国路160号，电话03-831-1673，03-831-1673。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。从前有位仙人独居在山洞里，常静坐修行和读诵经书。有只野狐藏在仙人山洞外附近觅食，洞口耳濡目染之下，竟也学会了人类的语言。他自认为自己是智力最高的万兽之王。从此，野狐到处攻击其他的狐狸，没过多久就成了野狐之王。他的头脑及野心，又陆续让许多猛兽都臣服在他的领导之下。不久，他真的成为森林里的万兽之王。他心想，我该考虑娶一个压寨夫人了。野狐便决定，只有人类的公主才配得上他这万兽之王，直接带领他的万兽大军下山，将嘉义王城整个包围了起来。我是万兽之王，快把你们王国的公主交出来，给我当压寨夫人，否则我一声令下，我这手下的万兽大军绝对会扫平你们。国王召集了群臣一起商议对策，其中一位大臣沉稳地说道，我认为这只狐王只不过运用了一些诡计，让那些野兽暂时臣服于他，我们也用个计谋让他露出真正的面目和实力，请大王直接向他们宣战，但是要求他们不要让狮子在开战之前吼叫，那个狐王听到我们这么说，一定会以为我们害怕狮子，反而会故意要求狮子先行吼叫，听到了雄壮威武的狮子吼，就算是那只狐王只怕也会吓得心惊胆战。国王依计行事，野狐果然中计，命令狮群提前吼叫，然而听到了群狮巨大的吼叫声，野狐竟然真的吓了一大跳，一不小心就从大象背上摔了下来，当场摔成了重伤，兽王率先倒地，群兽也都惊慌失措地四处奔逃，转眼间整个万兽部队就溃不成军了。学佛多一点，有时候孩子会出现偏差的企图心，例如孩子的领导欲会偏差成控制欲，又如他的需求较高，求之不得时，会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取需求等偏差行为，所以父母亲一定要随时对孩子的行为有所深入的了解，才能适时的应对得当，在必要时出以援手拉孩子一把。佛教里有狮子吼一词，原因是狮子为百兽之王，佛亦为人中之至尊，称为人中狮子，故有此譬喻。且当佛说法时，菩萨起勇猛心求菩提，佛以无畏音说法，如同狮子之咆吼，因此后世一般多援引佛典中狮子吼一词来形容秉持正义，排除异端，于大众之中大声作激昂慷慨之言论。